清迈嘅特色咖啡多到好似香港嘅便利店咁啊！而大家一定要识呢间人气嘅靓庄咖啡，分店布满清迈市集、北清迈大学同埋 Pink River 等等。喺上年嘅八月又新开咗一间新店啦，选址喺清迈火车站嘅附近。连店入边嘅装修都跟咗火车站一样咁样设计噶，除咗铺向大门前嘅路轨之外，店入边亦都挂咗火车站式嘅时钟，亦都有隧道咁嘅用餐区，加埋清水母建筑，感觉简约得嚟又有型，好多人都会过嚟 hea 下兼打卡噶。一定要试嘅就有呢杯招牌嘅 Black Coconut， 其实系美式咖啡嚟嘅，不过就用咗椰青代替水，加入 Espresso， 每啖都可以饮到浓香嘅咖啡味同埋椰青嘅清甜。而呢杯渐层咖啡就系由 Espresso、牛奶同埋朱古力冲成。